装备的还好啦，装备就真的要去 P 啊，因为困难模式啊，没办法啊。白痴哦，我选错模式了。我们有床啦，可以睡觉不怕夜妹啦。三，等一下看到什么？下来啊！哦，蜘蛛盘就是盘在这个。有船了，然后等下来烧铁。睡哪好嘞？啊，这里啊。等一下，它掉下来的话，酒什么也不用做啦。啊？我知道那个还是会拆掉啦，因为那个其实效率没有很好，因为蜘蛛会卡在上面，所以之后等有红石。我就把上面的改造吧，你看这很烦。女巫欸，
五分钟就消失，不是15分钟吗？是我太久没玩麦快吗？干什么？等有红石吧，跟石英，应该有石英吧？没红没石英我就哭了哎、欸！我要做定时器哎、欸，没石英我会哭哎、欸！看一下哦、喔，啊，我们可以去地狱挖石英哦、喔。可以就是用皮革做岩浆桶，然后就去地狱挖石英，就可以做比较器。可是他为什么会有灵魂沙？哎、欸，所以这个游戏没地狱哦。有吧？好，不重要。我先去烧铁。话说去地狱的空岛，我就不知道啊。我还没做，嗯 ，OK， 看一下，等一下九个漏斗，九个漏斗就四十五个铁，哇！也要很多呢。哦，装备那个是要靠打的啊。嗯，玩家杀死那种才会算。看一下哦，铁的话，铁在这里。鹅卵石加石砖。石砖啊，石板砖不能弄了、哦、哇 GG 石砖
啊，干脆换一组啦。我说看我们乌贼啊，没有。安安呢？只是这些东西消失没差啦，因为不然之后会东西太多，懂吗？尤其是剑石吧。通常最多都是这些，尤其是剑士，剑士会超级世界无敌多。可以问一下地图名称吗？还是我直接贴给你们啊？我看一下哦，我有存。等一下哦，游戏。这个建议版本是 1.12 啦。这个它没有名称，它就只是写空岛而已。不然就是我英文太烂看不懂。我是怕我格数算错。干什么？每次进去捡东西都会吓一跳，哎，那嘶，很开心啊！等到之后我有石英吧，盖的那个东西你就看到怪一直狂喷下来，那个看起来更爽。然后就把那座拆掉，然后盖一个看起来更开心的，是强制连蜘蛛都直接摔死的那种。哦，蚊子，我是打不到那只蚊子哦，气死！现在前提要先去盖那个有草地的地方，我要养牛。这样才会有那个，才有书可以做，书我们就可以做那个
皮革，不会吧？我们就牛可以做皮革，不然就是我们要钓鱼，做自动钓鱼机。这样子就有书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那个磨砂哦。现在这个时间一样子挖这个，这样有讯息。明天 pass。没有出来吗？没出现吗？应该在边边那边放冰块的，这样蜘蛛就会直接摔死。看一下哦，我们需要土，这个哈欠不小哎。加铁的海灵晶体，主要是这个啦，是这个。石头加蕨类，蕨类种子加素描。你们再帮我贴一次，复制给他看好了。
好想你，好想你，白痴哦！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偷分享一下 XD。我 OBS 忘了关，感谢谁？陈，感谢陈旭定。哇，我旧版的 OBS 没关，我想说好耳熟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感谢陈推起续订啊！我吓到了，等一下啦！储物箱。四个，不是很久没听到订阅的声音哎，一个月了哎，就是整整一个月没听到订阅的声音哎。不要打掉。